几天去跟一个中风好几年的老中医师，给他治疗，他现在恢复的也不是很好，他的左手左脚还是不太能动，但他已经开始，他说他四个月中风四个月之后就开始能够继续的回到医院去看诊，他自己开的中医师医院诊所。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，还是回到了那一个观念问题，也是在这两年多快三年来，在生活的过程中慢慢的遗忘了，除了期许自己不断找到新的医治方法，或不断的在找新的诊所去看，但回过头来还是那个关键，用进废退。你只要努力的去使用它，它就会进步；你只要不去使用它，它就会渐渐的荒废，不能动。如船行前进或后退，所以关键点还是要用最困难的方式去挑战不会动的那一件事情，所以现在我就尽量去做原本做不到的事，所以今天挑战如何用手剥香蕉还是不错的。